还有猛男来了，在哪里？哦，很嗨！哇，这是九星海底捞，那上面的新鲜果片都是我们刚新鲜现切的，那它是整盘装六至七种的鸡酒来调成，六到七种，那浓度很高吧？大概三到四。这个很适合你，你有办法一个人喝完这一桶吗？你疯了吗？很像日本那种圣泉，对啊，这样，但喝得出酒，还好啊，嗯，它喝起来就是很就是甜甜的梅亚酒，但是真的要小心，因为它有六七种基底酒在。那好像梅亚酒啊，这梅亚酒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它苹果味是重的，可是它尾韵是会酒味会散发出来，嗯，还好啊。这个不梅啊哦，是有梅啊，这就是梅啊，会一直不自觉的。它就是那种熟女装梅啊，就他想要装梅啊，可他的基底是厚的，没办法，梅啊就会像你一样，喝一口就干干叫，说啊好久没有装啊，你还对不对？然后像我们这种女汉子就说还好啊，怎么会？干杯。哎，你那个跑上来，你告诉我一下。好，有猛男来了，在哪里？哇！很嗨！太恐怖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可以吗？这可以。他去厕所。那我要来试吃你们这个 taco。第一，它的 taco 啊的皮啊，我现在拿起来，因为其实我们刚刚聊天在那边看猛男也有一段时间。它的皮现在拿起来不是软的，这就已经、哦、有时候会滋滋。对啊，就是说它的皮不是软的，这已经是很加分。我跟你讲，在这个海边吃。教练还是大口。教练看起来应该也是蛮硬的。教练，他说对耶，有用过是不是？没有用过。胸肌看起来很硬啦、啊。嗯，你有听到脆度吗？有，它还是脆的，嗯，它底下有生菜，然后肉，里面白白的那是什么 ？cheese 吗？对，卤肉丝。嗯，然后沙沙酱啊。沙沙。嗯嗯嗯。啊，不要分心，一直想要看一下。这是我难得觉得好吃的 taco。我去美国的时候很爱吃 taco， 它就那种 taco truck 的那种 taco 都很好吃。嗯。可是这个没有输味，一定要加那个墨西哥辣椒。嗯，好好吃哦！炸鱼好吃 ，taco 也好吃、嗯。我喜欢他们的炸鱼。哦，它炸鱼外皮吧，那个皮炸得很好。因为我以为会很炸物的感觉，但其实没有。